欢迎收看校园 Superstar 神迹放榜，掌声欢迎林宥嘉带来的歌曲《病态》。很奇怪，你没钱他债，付出一切也放不进他口袋。你不要有心人的爱戴，只有他的抚养才好像关怀。不应该要想活该，不懂计算才能够投入恋爱。怀抱只剩拥抱，只是买和买，所以又太无奈。眼看你脱掉下桌上的餐具，却仍只是病态。感性的灰烬沉沦无底的大海，你脸色一时黑一时白一时红，转变得强快，比起更爱情屡战屡败，我们的左脑开始腐坏。耶耶耶，青苔平时精明的你在等待他屠宰，你宁愿享受着给伤害，都不放手接受另一个青睐。不应该又想活该，不曾快乐怎舍得我他悲哀，才看不到我在你身边发呆，在你的面前像个乞丐。我为你落下下桌上的残缺，却简直是病态。满心的灰烬沉沦无底的大海，你脸色一时黑一时白一时红，转变得真快，你只有爱情屡战屡败。我们都落下下桌上的残缺，却简直是病态。满心的灰烬沉沦无底的大海，脸色一时黑一时白一时红，转变得真快，你只有爱情屡战屡败，我们的左脑开始腐坏。感情就是这点最精彩。好听的歌曲《病态》，谢谢！再次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《校园 Superstar》，这一关谁会 pass？ 是的，哇，又到了这个时候，每次一到成绩棒榜啊，我都要流眼泪啊，因为其中一位同学要离开，是要离开我们这个舞台了。哎呀，赶快拿出你的湿纸巾啊！湿纸巾被我用完了，用完了。我是现在用这个毛巾啊，真的、哎、要吗？啊，不要，很闲闲的，开玩笑。不过呢，今天晚上有些同学、啊、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，比如说、哦、Rachel 是获得30分的高分啊，哇，进入我们30分俱乐部哎，我们的资优生对不对？不过今天你知道吗？现在会师的分数是最低的，可是我一点都不担心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他总是有守护天使哎，分数最低，但是呢能低空飞过。对，不过今天的分数相差了快7分之多、哦。但是呢，有30%哦是观众的投选哦，这30%可大可小，说不定能让他咸鱼翻身呐 哎，不过这30%的分数呢，在刚刚9:30我们电话热线截止的时候呢，成绩组已经出炉了，而且我们成绩呢是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。说的，因为在非常专业的审计师见证之下呢，我们才得到这一份成绩。好的，那现在呢，让我们先温习一下跟他们的比赛片段哦，请看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
首歌对于惠施来说难度很高，尤其是他在高音的部分几乎都在牵强的这样子拉扯上去，唱得很辛苦，而且唱得很小心。不要这样子唱歌，抬头唱歌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直这样压，你的声音就压下去，然后你的低音也一样是下不去。你的眼是芬芳的纯真，凝着许多心意的深渊，我是未曾醉过的温柔，渐渐一场就不愿罢休。你的美是遥远的港口，数着许多静静的秋梦，我是一个情感的水手，短短一句就不愿再走。恋之气这是我听过的第三个版本，因为之前是江户，然后蔡淳佳，对，然后前面两位歌手的声音都比较沉或者比较轻，那 Bonita 用的方式是用比较实的真音去唱这首歌，所以给人家一种比较焕然一新的感觉。那其实也蛮好听的，我觉得，只是我觉得他可能有点紧张，然后他会抢拍。美中不足，前面的时候低音有点下不去哦， oh. 然后最后一个地方就是那个 Love's beautiful 那边有点不够气啊，哦、oh. ，所以你练一下啊、哦，不然会更好。今天晚上我觉得说他交出了一个我相当满意的成绩单。用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再高都不会累，我们都说好了。选 key 你要好好选哦，有点太低了感觉上。好了，然后不要再唱林俊杰的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编号 C3 的 Rachel 今天高分30分，成功进入我们30分俱乐部，恭喜！现在心情应该不会害怕，但是相反的另外。